那个东西还你嗯，那个像我什么东西？什像么我东其西？实现在就上是有点负次成账那了，个你们借我的东西。没有那个以往的啊，多。可以。怎么说呢？我现在已经掉了三分之一的收益啦，掉，欸，真的掉很惨。比如说我平时赚了3000块，啊，我掉了三分之一，所以我现在只剩下2000块了，啊，现在还在掉啊。办法，主要是最近就怪怪的啊，一直这样讲撞墙啊，这个墙就是一直打不破啊。啊，昨天画画好不容易墙破了一角，啊，今天本来想说小开一下再去画画，啊，哪知道开到现在又没画画又没剪片，会演算法嘛？也是啦，而且大家都喜欢看 GTA，不不不，看麦块啊，这是怎么讲？我的观众就是大家都是因为那个麦块嘛才会来看啊，万一我就是换了一个游戏，换了一个方那什么，换了游戏啊，换了风格啊，人家就说还是麦块好看啊，还是什么好看啊，可是就是。不然我们喜欢玩什么，也不能让你们决定啊，不然其实也讲很多次了啦，麦块玩久真的是很腻啊。也还好，那我先关台喽。明天应该也还是开 GTA 啊，只是周五我至少会上。就是这礼拜其实就除了 Building Gun 啊，不然都没跟他们开到台啊。主要也是因为撞墙撞到。我觉得我会怎么讲？他们很开心，可是就我一个人闷闷不乐，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，所以礼拜三的时候就没有报名。阿神前期，阿神现在还是被讲啊，可是他反而就是怎么讲，改变让他进步更多啊。但是就是有些人喜欢回到过去啊，有些人就喜欢最初的样子啊。一定有啦，他会说以前的那个比较好啊，但是以前好不一定对那个实况组来说是好啊。像要怎么讲，你画风会变，对你来说以前的画风就是你的黑历史啊。对，可能对其他人来说，以前的实况风格也是他们的黑历史啊。他们搞不好觉得现在比较好啊。我是喜欢听你的台。就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不你画画台，我常常没看到。好，感谢你哦，我真的很少画画台啦，因为画画台虽然很轻松，可是就是很烧脑啊。在画草稿的期间就是最挫折的啦，为你怎么撇都撇不好。比较多。点点录音，哎、欸，我本来昨天差点录到一个很好笑的，但是我觉得那一段不行，我就删掉了。就是点点怕我玩这个游戏走心，啊，我就跟他讲说不会，啊，他就是口气真的是不太好啦。我想说那这个我就不拿出来剪了，我把那个音档删掉了。那就是截了2张图给我。可是我当时好像在吃东西，回过神来看到那2张图已经翻掉，我问他怎么了，他就说他吃了炸药，捡到了枪，然后心情就很不好，然后又看到不知道那2张图是怎么了，然后就说我在玩的现在这个 GTA 啊，说女生都会勾引男生啊什么的啊，我就跟他讲我感情线不会走啊，你不用担心啊，反正里面就可能就是当个好人就是。帮助其他人这样凑成婚姻之类的啊，他也不相信啊。然后这时候喜德打来啊，问我要不要喵喵喵喵酒店啊？你看多巧啊！然后这时候你知道，RP 里面就是讲电话，讲电话就是要开口讲嘛。啊，那时候我就跟兔子用 LINE 在讲话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他说要不要去喵喵酒店喝酒？我就说，我现在要跟他讲以兔子的听法，我说。
可是我不喜欢那么吵杂的地方诶。啊，可是我也不喝酒啊，没办法，我现在一个人啊。如果兔子听到这个，他一定误会啊。我就跟他讲说没有啦，是一个就是神经有问题的人，然后我去酒店啦，因为他是公关，我说我不喜欢吵杂的地方，啊，他问我要不要买酒，我说我不喝酒，然后我就说因为只剩我一个人上班，所以我就拒绝掉他，兔子就哦是这样子哦，你看我要怎么，不是就真的很多时候我可以闹。但是就是怕兔子觉得我会乱来，卡在兔子那一块，让我不能好好演戏啦。万一如果我跟一个女生就是在她身上跳舞乱蹭乱闹的话，兔子看到，她一定叫我不要玩这款游戏啦，对不对？画画台哦。其实你们要的话，我现在半夜可以再画画，因为我现在应该都是4点才睡啊。不过要等我一下啦，我想去洗个澡或去洗一下。可是半夜你们读书应该读不下去啦。朋友有和游戏啊，没办法啊。我知道啊，但是目前状况就是我们现在是远距离啊，我们一直以来都远距离。而且4年了，懂吗？知道4年的远距离有多夸张、多恐怖吗？我们真的是吵过很多次架，也都是距离问题。然后他也常常讲说，解决方法就是住附近啊，叫我搬下去住啊，这样子。但重点来了，我也跟他讲过一句话，就是说，知道常常吵最凶的都是因为住在一起嘛，可能就是会。摔东西呀、啊，肢体上的打架、啊，有的没的啊。我一直在想办法让他有安全感啊，但是都是一下子而已。我常常安抚到他，他觉得很安心，很怎样的。可是隔天他又突然没安全感了，这样子。啊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又长得不帅，又没有什么条件，你怕什么怕？又不有女生看上我，有的没的，对吧？我就跟他讲说，你条件这么好，啊，我看上你是我的福气啊，有的没的这样子啊。啊，后来他也自己说啊，他说什么，我这一生最棒的选择就是选到了他这样子啊。啊，他就，哦，反正很难哄呐、啊，也不是哄，就是，也不是说服他、洗脑他，反正。我就要想办法让他有安全感啊！还是你们觉得我就是真的是一台暖扇，对谁都好这样子？你们想分都很难吧？我们之间其实真的有吵，因为我常常会拿分手来跟他开玩笑，可是那是前两年的事情，那时候玩见面再玩到就是。他再也不想玩见面战，也是因为吧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在玩一个战术，然后怕兔子来乱，乱到说这个战术没有用，就拿分手来当威胁。就因为那一次他整个大生气，就不玩了。啊，后来我也都没有拿分手啦，现在都没有拿分手跟他提了。哦，自从养了布布之后啦，我们就比较少吵架了，因为突然就是。有个责任心在啊，对啊，而且他报告超多，所以他很火爆啊。我也不能不体谅他，他的组员又，你也知道啊，就是三个人小组就一个人做报告那种感觉啊。啊，兔子就是做那个一个人的啊，对啊，我又跟兔子讲啊，我很顾朋友这一块啊，啊不代表说我不顾你啊。啊，他说什么？我对他的耐心都没了，那是因为我一开始对他太好了，让他觉得我对他的好就是，比如说100分好了，我对他的好是90分，啊，只要我稍微低于90分，他就觉得我对他不好，然后我们就会这样吵架了。所以你们交往就是不要对一个人太好，不是不能说太好，就是你要拿捏那个好感度。你不能说一开始给他100分的好啊，让他
养成说你以前都会对我这么好，怎么现在不会？哦，你有兔子 FB 哦，那就好讲啦，不用贬低自己啊，因为喜欢。所以啊，就是鬼岛里面，他们也都是演戏，不会走心啊。而且如果真的是要，真的是让我看得上的话，可能就是可以照顾自己，不需要我的吧。像老板娘那一种，她可以顾好她自己，然后不用我去常陪她出去啊，这样子啊，就偶尔可能我们就是在干嘛？我妈对呀。我在巡视里面没有躲人啊，有时候会躲一些人啊。哦。对吧？就这样子。追踪哦，哎呦，因为对啊，兔子最近动态真的都是很负面啊。哎，其实我也超想 po 那种啊，但是我一 po 出来就觉得不太好，又删掉了。能懂吗？感觉就是比较公众人物，你 po 一些负面的，会不会让人觉得是在讨拍啊，还是怎样啊？要什么？觉得人好不好问题，他自己对吧？哎、欸，而且兔子到现在其实还是一个小女孩，至少她玩了电鱼之后，真的比较照顾自己啊，不会整天黏我了啊。啊，我们真的也是久久一次赖的通话。那可能就说什么想你啦，很久没有聊天啊，类似这种。像这种我就觉得很 OK 啊，双方都有那种自己的空间，自己的事情要做。他要做报告，他要上课，我要剪影片，我要画图，这种我觉得还 OK 啊。前阵子又那个来。而且那几次我还帮他算。他那个来什么时候来？我就有次跟他聊天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我先问一下，你那个来了没？他说还没啊。我说那你等下聊天不要太火爆哦。他说怎样？你要聊什么？然后聊到后面说你又乱花钱，类似这种。可以看一下救护车价格吗？可是现在我的阶级是倒数第二个，甲乙丙丁啊，甲乙丙丁戊。好，甲是院长，乙是我主任，哎，好像只有四个阶级吧。然后我现在一开始的阶级就是菜鸟阶级是1000块，这个是5000块啊，我升一阶就少5000块，然后这个我升一阶忘记多少钱了，然后好像最高的话是可以到45000，钱都花在运营上吗？他说他不花钱欸，他只顶多包月这种。没办法，生始终都是有一个小女孩在心中。欸。Give me five。这张纸怎么卡在这里？啊，好了。啊，你那个不用，我能看一下吗？看啦，我给你看啦。那个人干嘛一直重复别人的话啊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可以 ban 掉你吗？啊，你去冷静一下啦，看到就讨厌。暂时。啊，你去冷静一下，一直重复别人讲话，很没礼貌欸。压力大，所以花钱。啊，就像我那个啊，我也是在字母上花了一笔不小的钱啊。啊，可是我真的很久没在手机游戏上花钱了。我第一个花的手机游戏也是字母。啊，第二那个花最凶的却是字母类的啊。我感谢教主，怎么了？你也觉得他很烦吗？然后现在没有人，我比较能看聊天室啊。现在观众比较少，打字
也还好啊，一户也没有什么出什么大事。有啦，其实我刚刚看他们在打什么，就是奇怪，他怎么了？怎么啦？你知道全城人都去哪了吗？好无我也不聊知哦，道不知道哎、欸，呢。有大事件呢。感觉有啊，就是刚刚我去修，不是修车啊，再去救那个修车行的，他们说他们很急啊，就这样子。哪里呀？你去哪里去啊？那是1个小时前的事情哦，哎、欸，对我知啊，道了。啊，不行。不会不会，不该这样乱透露的、啊。见到没有？有些就真的也是挂台啊，有些在看书挂台啊，对吧？啊，有些可能已经挂到睡着了，啊，或者是有些是边挂台边给我打日麻，玩其他手机游戏啊，你画我猜啊这种的，也有很多啊。没关系啊，不用报人数啦，你们报人数我更伤心。秀，下雨啦！无语啊，等我一下，我想到一件事情，我的面线，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，暂停一下哦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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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我怕面线烂掉啊！糟了，虽然面线也是用喝的啦，他现在买小碗的，可恶！我就买大碗的啊，欸，大碗面线只要35块，那个大碗是那种很大很大的碗公那种，35块。超级贴图，那是什么？你在哪看到的？感谢丁，我忘记怎么念了，央央吗？你刚刚空大了，抱歉。感谢续订，还是没空大？现在的碗碗底都会高起来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是真的，是真的超大碗的。这个是我品质保证过的。在钱包符号看到的那个是什么？哪里有钱包符号？还是因为那是加会员啊？滚！要。学姐，你要去还是我去？你可以去吗？我在阿金这里忙，好啊，再看他的酒店。好啊。好，麻烦你了。哎，都下班了哎，看看，哇，那我下班不就完蛋了？哎，结果说要下班，结果开到现在还没下班。吃饭。哎、欸，有没有附近啊？
哦，感谢啥？对不起，感谢 Nanny 超级留言。哦，白痴哦，原来超级贴图是超级留言哦，是吗？感谢感谢感谢超，哦，这个是赞助我啦，抱歉，我不知道超级钱包。感谢你，我不是因为想骗钱才说我不知道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阿克怎么刚刚没人回答啊？可恶！那些超级留言过的人怎么不帮我回答？刚吃完逆袭。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，先不要说话哦。该不会是小雨吧？好好好，我听到了。好吧，我们回去躺一下，现在淋雨。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呀？怎么会在这里呀？没有，这是我公司旁边啊。不是啊，怎么会在这边跌倒？你又忘记吃东西了？不是啦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你怎么？好好好。我有上车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的安全带嘞？我有系啊，我有系。啊。好奇怪哦。好好好好好。我刚刚在屋顶吹风，然后突然下雨，我就一个紧张，脚滑就掉下来了。真的是极限跑酷爱好者、欸。好笑，好笑。啊，心好累哦。其实我没事啦，就是脚扭伤而已。嗯，没关系啦。晚上陪一下我嘛。嗯、虽然你的赔偿，哦，很无聊是不是？我快下班啦，感觉没有人了。哦。对啊。哎，我是不是？等一下哦。看到这个水柱想到你耶。对啊，这是我的特色啊。很会喷，真的，那天真的是刮目相看哎、欸！别说啦，这是我擅长的。选对工作。要不要买个我们的酒啊，小心肝。你早上才买过。哎、欸，现在是晚上、哦，是不是就不一样了？晚上，而且我们现在有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我现在我跟你们说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很特别的新产品呢、欸。叫啥？有很多很特别的新产品，有，我应该都有吧？真的吗？什么暧昧的？有放暧昧的感觉还是什么？是吗？有对啊，有试喝品，洗的给你的、哦。对啊，因为今天有救到人，他刚好来。哦，对啊，他现在有在发试喝的，但是他有一个应该没有给你。叫啥？叫心痛的感觉。你没有对不对？等下是我的心还是爱心的心？啊，心，你的心是哪一个心？啊、我不知道、啊。天上星星的心啊。哦，爱心的心啊，心痛的感觉。哦、如果是我的心的话，如果是我的心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拳啊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哦。在讲什么？好啦好啦。是爱心的心。要不要来一瓶？多少啊？那也是适合的吗？你挑一张床啊。我要蓝色的。好啊。那试喝瓶吗？没有啦，那个没有试喝，那个是卖的啦。这样多，那要多少啊？这一瓶1000，算便宜了。哎、欸，还真的很便宜耶。啊，你有没有吃过饭啊？每次看到你都好想提醒你哦、喔。我有啦有啦，我今天没有二婚啊，帮我那个扭伤弄一下。好啦，帮你打点营养针啊。好啦好啦。好啦，那你要不要来一瓶心痛的感觉？好啦好啦，等一下跟你买啊。好，
好。哎、欸，可是扯平了哎、欸，如果你要飞1000块，我就买的话也是1000块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。不然你给我好了，抵消掉啊。好好。好啊好啊，那这样就可以了。那等一下是请人载你吗？还是要载你回去？好，我给你了。我问一下好了，啊、我看一下有没有人要来载我。你没人的话，我可以载你啊。新爆的感觉没有啦，反正没办法，他做主啊。新爆的感觉。长了心痛的感觉，我看一下哦，我现在收集好多。的感觉。好，你要不要买啊？你载我回去好了。1000块而已，你要不要买？你要买心痛的感觉，1000块而已哦。要不要心痛一下？我不要。可以啦，买一下啦。啊、都不要。拜拜。好吧。好啊，都只跟阿福买啊。公沙小，是不是没有被 K 过？哎、欸，你不要惹到他哦，啊、很恐怖哦。哎、欸，你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他们公关很恐怖，你不要不要不要。欸、对，等一下哦。所以是我载你回去吗？对啊对啊。好啊，慢慢走啊走啊，谢谢，不会不会。有点赶，有点急。好、啊，那快点吧。啊，安全带哦，然后记得吃东西哦。好，有有有，我现在还蛮饱的。你可以去吗？我在吃饭。谢谢，心肝，明天见。好，拜拜。还不帮我关门？心痛的感觉。不会啊，那些酒我不会喝啦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感觉，看这样甩不是很帅吗？只是甩完之后会突然无力个几秒钟，感觉是因为车子的问题。对不起，我、哦、还好是路人，还要被骂死。一位警官呢？怎么啦？你不是点点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干嘛？啊，我在想啊，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啊？怎么都没遇到什么人？你有去过拜金喵喵那边玩吗？对啊，刚刚我去拜金喵喵，有遇到几个哎、欸。人啊？哎、欸，假的，那就奇怪啦。那我去看一下好了。刚刚才救一个人回来。哦，好，看一下。警车跟医护车。哎哎哎。你直接回转哦！哎、欸，你逆向哎、欸，哇！没有双黄线的、啊，走了走了。哎、欸，我不该在这边转，我前面转。有安全带好事啊，主要是因为怕按到 F 飞出去啊。好了，等下班了。哇，都12点关台，结果快1点了。看一下哦、喔，
突然想起去年差不多和这个是，没关系啦，像下一个真的，搞不好遇到更好的啊！你看世界多少人，对吧？刚好挡到小光抗妹子是，啊？你是说刚刚停车的时候吗？哦，难怪听到他的声音哦。好啦，应该没人了，我就。下班了，应该没体力画画了啦，只是我在想要画什么图而已。闷是闷这个，Annie，感谢你今天的超级留言哦，感谢感谢。会飞？怎么会飞？啊，跟繁星有点像，是说远距离也不算。因为两个学校差不到几公尺，且我们办学，那个日文 ID 你是男生女生啊？繁星，我先睡了，先祝你明天端午节能有个假期。好，我要我那我陪你睡吧，我要睡了。感谢感谢哦。那个日文的你是男生女生啊？我说跟我有点像，他是男生吗？哎，学弟，我要下班喽。好的，好的，我好好，去我上看拜起来一拜。个人打拼了。哎，怎么又是你？你又怎么了？没又事摔了。车了。哦，好。好啦，那我们明天见哦。明天会，你是男的哦。啊，好啦，那明天。明天会跟巧克力他们玩啊，然后玩完之后晚上必须 GTA，那我们见喽，下次见，哎呦对不起，那我们明天见啦，拜拜。